江省政府宣布擴大女性乳癌檢查服務，將會降低定期乳癌檢查年齡，容許所有40歲至49歲之間的女性自行轉介接受這項服務。胡曉琳的報導。安省省府宣布這項變動立即生效，是次變動意味著有多100萬名女性合資格選擇接受篩檢。 Starting today, October the 8th, those aged 40 to 49 can self-refer to receive publicly funded mammograms. Breast cancer affects 1 in every 9 women in Ontario, and we know early detection and increased access to treatment and care save lives.省府指，決定是基於研究表明，定期進行乳癌檢查有助在乳癌擴散之前發現。本國建議女性每2年接受一次乳癌檢查。在今日的宣布之前，自我轉介進行檢查的最低年齡為50歲。省府表示，在40至49歲的100萬名女性當中，預計會有35,000人自我轉介進行檢查。另外，600名為省府工作的工程師和土地測量師發起案章工作，並警告會影響省府基建的工作進度。工會指，部分會員收入遠低於市級類似的工作薪酬，勞方已經沒有合約20個月。副務委員會主席卡羅琳梅隆尼的發言人指，政府準備好在下個月的調解裡面進行談判。